兄弟们，这是我给三娘准备的气球大蛋糕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刺不刺激？我拿回去，当他要吃的时候，嘣！千万双击，双击加灌注。是这个形状呀？里边是果酱夹心的。那我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了，买的就是给你吃的，小样的。 老公，我给你买个稻草人的钱包，这么好的钱，你看喜欢吗？花多少钱？300多。你有病吧，成天败家的！啊！你啥呀？那啥手机？我操！啊！你干啥呢？
苹果茶，谁上市的苹果茶？行，你看看，看看他那喝的。我的乖，我的腰上就不行。